早上去买菜的时候，发现今天的虾特别新鲜，也已经十好几天没给他做大虾吃了，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茄汁虾滑堡。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，加入屏幕上的调料，让它变得更加嫩滑，把一个番茄剁成泥，等到番茄变得粘稠，加清水，像我这样用虎口兜出一个圆，用勺子舀一下，放进锅里，再来点酱油和盐调味一下，撒点葱花，鲜嫩爽滑的茄汁虾滑堡做好了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